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总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恐怖游戏返校实况。我们继续这款游戏。女主有点僵硬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主看起来就像个死神啊？看起来就像个死人，印堂发黑，走路硬直，一看就像死了很久的人啊。搞不好这个女主其实就是个死人。妈妈，上次走左边，这次走右边啊，感觉这像一个很古老的城市，很古老的地方。桌上有一张纸条，新增笔记插画，黑白无常。黑白无常，相传两人在古代的官差某次执勤过程中为守信彼此承诺，不幸丧命。阎王感念其有信有义，将两人封为冥界使者，据说将死之人会看到他们前来领收魂魄。小黑小白嘛，对不对？小黑也知道，小黑可好用了。小黑跟你说啊，小黑那个是斩死一个敌人之后马上再斩死一次，再斩一次，对不对？再行动一次，可屌了。小黑小白就不太爱用了，小白是控制。拜佛。一句妈卖皮，黑白无常的门啊，这是天下太平，一箭生财。门上有两个塑像，一般来说应该是门神才对，但这个为什么看起来是黑白无常呢？这看就是阴间啊。雕上摄像人物扣起来，应该拿着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已经收集两个东西，一个镰刀一个旗子，对，一个镰刀一个旗子应该是啊，黑白无常。对，我们找镰刀和旗子啊。戏班子，嗯，各种各样的这个浸泡着一些戏的玩偶嘛。这游戏细节做的不错，你看了吗？一碰撞这些东西啊还会有反应啊。然后这是个炉子啊，专造金炉啊，想起来吧，每次烧纸祈求平安，觉得和这个鬼神交谈的这个没什么东西可以抄，那个可以烧啊，得找东西烧是吧？找什么烧呢？你找纸啊。阴阳师玩多了，你阴阳师才玩多了，你们全家阴阳师都玩多了。门反锁了，去下面看看。嗯，像个人呢，一尊人像。背对着上面有一只木，戴着头套看不出来是谁。我靠，你这是鬼屋吗？木夹和镣，什么靠，这就是古代人那个囚禁犯人用的呀。仿佛头套仿佛沾了血迹。嗯，这个繁体字啊，咳咳，听头回已迟，革面之应早，好像是啊。青烟广讯告天听，燃香莫起心之境。你看我怎么样着？可以啊，可以上香。哦，要拜香啊，点三支香啊。我知道三支香在哪儿。这个才看不见神明啊。知道这个，福福总无私，正邪能立判。哎呀，我去！一股植物腐烂的味道。这里面关押什么叫囚犯吗？啊，不会有洞的吧？一尊人像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一句妈卖皮。哦，这可以烧。这个碰撞铁门被锁住了，过不去了。好，往回走。人没了，人没了，人呢？
人呢？有股腐烂的味道，我就拿了个纸，怎么全出来了？不带这样的。哎，你不动是吧？哎，这个上面有红牌子，哎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说实话啊，有种不好的预感啊。这上面有三炷香啊，我是知道的。这个门被锁住了，封死了。你去妈妈皮，闪闪的灯啊，放映室，放映室里面有这个三炷香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教官总是配合画面，对什么战役什么滔滔不绝，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没什么用啊。这个游戏是有高能的啊，它虽然说是个横版的恐怖游戏啊，但是玩起来还是挺带感啊，是挺是。其实我觉得繁体字也很好看啊，啊，一堆人表情包啊，以国家兴亡为以任，置人个人生死，为度外啊，于度外啊，对，发笑。发完笑之后，上面写的是这个魏忠亭，取走啊。魏忠亭之墓，烧香拜佛。好的，魏忠亭已经死了，人死之后就剩下一个石碑留在世上嘛，那可不。然后这个表情包变得很痛苦啊，上面写着抓爬仔，抓爬仔啊。这个学校不一般呐。轻型灯啊，对，轻型灯的灯。前面是有个怪的，我知道。别气！吓死宝宝了，吓死宝宝了。还闻了我一下啊，没有家乡的味道，难道你用的是飘柔？然后他就走了。对，还好我洗发水用了飘柔啊，没用霸王啊，用霸王就一个特效就死定了。我用霸王肯定死，我跟你说，霸王洗发水一闻，你加了特技，你必须死。你灯姐就长这样，对。烧纸，供上纸钱，请四方鬼神保佑一切平安。烧，孔明是你吗？炉里突然变得好冷，灰烬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怎么可能？如果有一个东西在里头，应该被烧掉吧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住口！你毛质的扇子啊，烧完纸钱后出现这个进炉里面灰烬，不知道为何啊，这个扇子啊，这个诸葛孔明的扇。没村的，怎么还在这样子呢？怎么还在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靠！我又重新打，妈的，妈卖批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死的不明不白的，我怎么又死了？人形的东西放久了会附什么玩意儿？恶灵不但就知道某天他终于有了什么，开始失控流窜。哦，
还好从这儿开始啊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扇子已经是这么用的啊。然而并不是，憋气走过去。还真是憋气走过去。不行啊。哇，我去，差一点就憋死了呀。过来了过来了。还行，我还是很机智的。上面怎么带着点血呢？我们先去拜一拜佛啊，拜一拜佛。对，佛祖，我又来拜你了，不要介意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去烧香啊，烧香在这个负一楼。你真的不是死人吗？作业落下校了。2017年恐怖大片，放学，不是不是，返校上学，上香，点上三炷香。我总是拿着香跟妈在拜，对她要求起的起词听而不闻，只求神明让我活得像自己。那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操！房门打破了，木雕上面松缩松令牌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不是镰刀和旗子吗？为什么会变成扇子和令牌啊？还丢俩。门锁住了啊。在上面，上面啊，在一楼，不是负一。一只妈麦皮我要送给你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上楼梯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，三个档，拜个拜佛啊！一二三四，好的，这个一个拿令牌，对，一个拿扇子。你看我多聪明，这地方能进，让我进我都不进呐。门外透进一股冷风，你就说阴风呗。不进不行啊，这是游戏攻略啊。哎，出来了，伟人的铜像，不管有学校里还是街头都能看到。这谁呀、啊？有点像蒋公啊，呵呵，国足救星，台湾都亡了，大清亡了呀，延庆烟火。蒋公，不讨论政治，我操，延庆禁止，青云灯来了，等会儿别信，别信。你没有用霸王洗发水，没有特效。哎，禁止进入啊！看我这时间差掌握的多棒！禁止进入，提高警觉。灯姐又来了，涉党涉结党组织禁严禁，禁严啊，都一样。你没有狐臭。你没有用霸王音乐教室，里面肯定放着各种神曲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一个人，脚在中间悬挂一个鸟笼，里面关着一个布偶，头戴上戴个麻袋，之前没看过这样的造型，这么恶意。好了，得把这个拿出来，估计啊，他不会活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不好说。钢琴演奏一首。这弹什么曲子呢？最炫的民族风啊！这怎么弹啊？我没学过钢琴啊！要不我给你整一个那个等曲，这个有什么神曲啊？来一个肖邦的，我们都是那个腿儿里的人。虽然学校每期都安排的乐理课，但常常都用来测试考试。黑色可以啊，对，黑色是高音是吧？能按个屁。好了，我需要乐谱啊，来弹奏啊。极乐净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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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廊的电灯开关，啊，我才不要关呢。广播室，破墙保出包括整个房间，门也占据视线。这上面长长人脸啊！啊，人脸越来越多了耶！我很多人脸啊，看着就瘆得慌。一，录音机平常是用来做校内广播的，电源是接通的，有卡带就能播放。啊，但是我没卡带，对吧？什么玩意儿？有四首曲子。这用来切换曲目的，通常每个卡带都录了四首曲子。哦，那怎么放呢？需要卡带是吧？好的。第三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，第一节伸展运动，预备起。音响里发出细微的颤抖，仿佛有人在低。上哪找卡带啊？没有比广播体操更恐怖的音乐。这是要出去了吗？好吧。你靠！刚才我还以为这是个眼睛啊，吓我一跳。好，我先去这儿看看。门打开了。哦，好的。这是一个通向这个学校的一个圈子啊，绕了一个圈。是的。嗯。现在呢，我们需要继续往前走啊。这又是。别打了！是这个意思啊，安民，国泰安民。咦，哎，这很像那个死去的那个魏忠亭啊，对吧？这个景象似乎是故意在提醒我，戏台上有一双假手，你怎么说假的？没有是真的呢。谢谢同意送的荧光棒。要是摆出什么戏曲内容吗？举起你们的双手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一下的观众们举起你们的双手啊，
这个意思啊。这是监狱啊？什么是黄晓明？什么鬼啊？怎么就扯上黄晓明了？嗯，这有个东西。哦，这么容易就得到了呀？再往前走走，没有了。好，大家有了磁带啊，有了磁带我们就可以放音乐啊。请你们的双手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这么冷天不穿秋裤，你在搞笑吗？这是夏天。我们去放磁带啊，一放就是。我不喜欢这种恶作剧啊，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到啊。所以说，是不是很有节奏？Oh fuck！ 亲，灯姐怎么又来了？灯姐，别起！你用了飘柔，放你一马。我操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妈的！音乐室。不是这儿啊，不是这儿。灯姐不会再来吧？灯姐刚走过去的。好的，躲过了灯姐啊，我们来到了广播室。我们来放这个魔镜的磁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会有怎样诡异的歌曲？大家听一下。我总觉得这歌放错了，要不是放到了它，换一首。第一，国民健康操，两手叉腰。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分钟。能说普通话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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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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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的音乐细胞特好。噔噔噔噔噔，对，我音乐细胞特别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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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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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，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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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掌声，再来一点啊！怎么就这点啊？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，非常感谢。人家小时候学过弹钢琴的，这么简单的曲子还是非常简单的。笼子门打开了，里头是一只布套啊，取走。手控浮力，头套，一只扭曲的断手，指纹都被磨光了。哼，伊森的本体，生化危机七男主角的本体，也是女主角本体。谢谢 GD 送的挖掘机啊，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，谢谢回忆啊，不是送的大宝剑啊，是你们的女朋友。我们得到了一个头套罩布袋的稀有，这个稀有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稀有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稀有，可能跟那个是不是那跟那个有关系啊？再弹一次，再弹一次干什么？肯定是这个，给那个戏台上那个手啊，让他攥着。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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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还有一个，这一个手不够啊！你要这个吗？还有一个，我靠！钢琴再也弹了啊！观众给予我热烈的掌声。你好多的眼睛在看着我。一道铁门也许可以从这边通往别的地方。好多的眼睛啊，很多人偷窥我啊。操，邓姐你又来了，邓姐。邓姐，我看我的菊花。我是用了飘柔的，你相信我。我是用了飘柔的，你相信我。不信你闻，是不是很芳香？哎呀，憋死了！好了。这个地方还没来过啊。一个电话，一部电话。中央电信部，注意长途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这不是校长室的电话吗？是啊，校长室的电话怎么会来这儿呢？怎么拨呀？这是校长室哎，这个铁柜有点似曾相识，里面有把钥匙，顶楼钥匙，顶楼哦，顶楼确实有个地方啊，能拨通吗？拨不了。拿起话筒才能拨号啊！然而并不行啊！哦，打幺幺幺零，警察叔叔，快来救我！你以为有用吗？我刚解锁一个成就，我靠！再打一把，幺幺零。台湾电话不是110吗？谁知道台湾的电话报警电话是多少？喂，警察叔叔吗？我要报警。我们家开始开学了，但是没人上学，我要举报他们。好的，我们要返回这个顶楼。对，我操，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啊！拜一拜佛。这儿没写作业啊，
打幺幺四问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上楼啊，顶楼。对，就是这个钥匙。Yes， 10086，查一下电话费。哎，看到了我的分身，有一个我的分身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也许是这个游戏啊，设定就是这样子。难道是我的另一半吗？双。这是多少层？这是多少层？我看看这个女的还活着吗？放映室在二楼。对，为什么这个背景的音效像坏肚子？放映室，好的，谢谢回忆送的荧光棒啊！看一下这个带血的磁带里面有什么啊？我还得去那边看啊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带血的，那肯定放完全是都是大姨妈呀，血红的大姨妈呀，一定是。02512，竟然不是大姨妈，02512，这应该是电话号吧？025121，这很明显是电话号啊，小解谜。025121，没有灯姐了吧？灯姐应该不见了。我们去打电话，电话在这边。对，拿东西可真费劲啊！啊，不对。从这儿走远的，从那边走近的，从这边搞不好还碰到灯姐，从这边走。妈的，智障！你好，请问你需要什么服务吗？我就是想从这儿出去。025121，拜个佛，阿弥陀佛。拜个佛，丁，从这儿进去。其实就是在绕圈啊。来俩小姐，我就是小姐，我还要小姐。02512，喂，耍老娘呢？我接呀、啊！方同学，政府感激你的协助。说这普通话听得挺厉害呀、啊，这都能听出来。只剩下嘟嘟嘟的声音。怎么一联想到政府就会来他呀？
这是有关有关部门是吗？政府的包袱好大呀，这咋开呀？这我就不想开了呀。酒吞，你妹个酒吞，出去死定了呀。哎，没事，留下个娃娃。警官造型，我神他妈警官造型啊。好吧，就是很多眼睛啊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眼睛。邓姐别来找我，邓姐别给我什么恶意就行了，感觉这游戏其实没有那么太多的恶意，还好啊，可以接受啊。这已经算是恐怖游戏里面比较良心的恐怖游戏了，我说的良心是那种不是特别吓人的。好的啊，一个警察，大头从谢尔州掉出来一把钥匙，地下室的钥匙，地下室，爆头，你直接把那头捏爆不就行了吗？地下室，啊，明白了什么？地下室在这儿啊，地下室的钥匙。是开什么门的呢？没感觉地下室好像是有门可以开啊。难道是这个门？还真是啊，一把青铜钥匙，门打开了。还真他妈是地下室，有很多的灯，但这个灯的布局让我很难受。地上开始冒小烟儿，这种感觉有点像这个寂静岭啊。这好像是课堂的桌子。嗯，怎么传到这儿来了？魏中庭，谢谢你帮我这个忙。既然是学姐的请托，我就义不容辞。倒是有点不好意思，让你特地跑来到我的教室来。不会，我们班都在自习，你去了被看到反而会麻烦。我和你见面的事儿没人知道吧？报告学姐，绝对没有。这书单真的很敏感，学姐请务必小心。谢谢提醒，我知道这些书可能会带来麻烦，但求知应该是一种自由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学姐，这论点我完全同意。其实尹老师也会讲过这些的话，觉得学姐和老师一样是一个有勇气和才华的女性呢。一样吗？我怎么敢和她比？人家可是老校长张千金，书香世家呢。不会了，老师对学姐的文笔盛赞有加。我记得他还讲过一句话称赞学姐，虽无非飞壁冲天，虽无名，名必惊人。他真这么说？啊！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我常看到尹老师和张老师在那儿聊，你知道他俩啥关系不？啥关系啊？不一样的关系呗。
哟，来到这个亮的地方，温柔体中留下的牛皮纸。哦，虽然说我如此弱小，但会说可握笔如枪，怎么变成枪了呀？只要使用得当，就是白纸黑字也有杀伤力，这将采用消灭我的敌人。怎么感觉有点像是吧，你们都懂。谢谢雨滴送大宝剑啊。你变成走的了呀，跑啊。哦，我来到了这个铁丝网的另一面。文笔也是一种武器，嗯，没错。很多的镜子啊，映射的我的倒影，感觉会有高能。比如说下一个镜子不一样，哎，他为啥在他的倒影是玩偶？林老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老师对顽皮的学生总是特别挂心呢。记得自己做什么吗？什么？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你，一张白纸黑字而已，不是吗？结果我死了，他也死了，许多同学都死了。是你吗？不断作孽。这作孽啥来着？想把我逼疯。有时候跌倒是再也爬不起来的。还敢讲这些都是你？是你破坏了一切。有问题的话怎么不先和老师讨论呢？啊，闭嘴，只要你消失就没事了。啊，bang，五十一道。我靠，这一枪声音相当大呀，全震碎了，只要你消失就没事了。这是什么诡异的气氛？哎，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内海灵威。好喜庆的音乐。阎王殿吗？城隍爷，妈不管事里大小事都会来问你，我很不喜欢那样，然而有些问题似乎也只能请教神明。心中默起，双手合十，抛什么起问。信女方乱七八糟，你们看啊，请事成皇爷，问感情，问前途，问家庭。先问感情。能否与心仪之人共组家庭，平凡度日。啪嚓，甩半了，因为此事不可，不宜求之。呵，我以为这是寻常人的卑微请求，你真是残忍的。那么再问皇城爷，问前途。城隍爷，能否独善其身，从自一心，走自己路。孝，孝气，这是谦吗？所以面对事实只能一什么玩意儿，逆来顺受，然后等待，等待，等到遥无期吗？我还有选择吗？迷信。还请城隍爷问家庭。父母争吵，貌合神离，能否请求复合？复你妹啊，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，是吧？那是我的家人呐，不管是妈还是那个人，曾经是那么开心，每天都有说笑的。是我的请求太过分了吗？或现实就是这般苦涩？还是一切都是因为我？没马亮，所以说都是因为我。
青春毫无选择，在家与学校挤压之中消磨流逝。我成了牢笼里的旋转木马，带着悲喜交错的心绪，着了魔般不断奔驰，还不但宝马的。前面有什么动静啊？剩我一个人啊，不知道在哪儿。有人在说闲话。先拜佛。怂人的日常，先拜佛。收音机。看来房里面杂音是传出来的，转动频道也能听到什么。嗯，哎，这个存钱罐好像很眼熟的样子，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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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东西。陶瓷小猪，双眼滚滚，想要人喂食的样子。能出去吗？有人在的感觉。你别这样了呢，这一看就是我家。已经没办法回到过去了呀。啊，你要再哭，打麻将要输了。我妈一直是传统主妇的感觉，无论如何她总不愿意说自己受了什么委屈。我不喜欢那样。嗯，我也不喜欢啊。以前除了过年爸不在家的时候就喝酒的，现在她会在餐桌上笑说笑和故事的日子。窗户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到底在哪儿？咦，等会儿，这是哪儿啊？一只玻璃的果汁杯，佛祖。咦，一山一山红眼睛，你又得了红眼病。是我爸和我妈照片，眼睛都被捅我掉了。好呗。咦，哎，别哭啊，眼药水点多了呀。一眼真是明，两眼真是明，真是明滴眼眼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清楚啊。眼药水可能滴多了。等会儿门锁住了，上面写着一段文字，在对的时间你会遇到对的人。哦，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他的微博里面也装满了悲伤，取得什么？盛满的玻璃杯里面装满了悲伤，盛着暗淡色的光。悲伤是这个色儿啊？哎呦，好文艺啊，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呀。啊，原来悲伤是这个颜色的，以后我要是刷，以后这个颜色的字就是悲伤啊。行，这个门能过吗？过不去啊，在对的时间才能打开这个门啊。好的，以后悲伤就是这个色儿啊。哎耶，我们家家具都是自动的。哎哎，可以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是模仿这个家人这个不和啊打架。
还是我这小屋暖啊。好，换一个音乐啊。要不得劲儿呢，小猪碎了。为了充实某愿望，粉身碎骨了，也没钱，好穷啊！不存钱，你摔它干嘛？房间是倒着的。地上有一滩水。进第一个门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是个谜题。又进第一个门，又来到了这儿。嗯？哦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。先把灯打开。操。好的。那么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水悲伤。啊，果然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它晚上会发光啊，所以说我们把灯关掉。这样就能看到正确的走门的方式。哦，这个门，这个门，这个门，跟着悲伤走，最后来到这个门。哦，有点意思啊，再来到这个门。啊，很多的针头。医生姐姐来了，地上一张纸条，猴抓专业，专业抓猴，什么专业抓猴，外遇捉奸感情缅回，请啥联系本社，看起来像是微信社的广告。我靠，那个时候就有微信了呀，我去，台湾可以呀。有两个门，我在看那个门是吗？是挽回啊！哎，我去，我爸妈身怀绝技啊，睡觉的姿势都跟别人不一样啊。以前就寝后就可以隔着墙听在爸妈在聊天，那时觉得他们的感情很好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无话可说了。后来爸喝烂醉才回家，妈独自卷着身体，应该是在哭吧，是吗？是晚上总聊天，那关系才不好呢。我跟你说，小孩牙子什么都不懂。时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朋友。一个谜题，三个小时都没在运动，指针可以波动的样子。七点，这一定是一个谜题啊！需要把灯关了，关不了灯。七点十分和六点三十五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清楚啊，眼药水可能滴多了。6:45和1点，
是6:35。哎，他流血了。一个是6:45，一个是1点，就是刚才那个画上的图案啊，那个图案的指针，不是指针，哎，也不法形容那个图案啊，就表示的是两个时间啊。但这个滴血有什么意义呢？没什么意义啊。也许去下一个房间的时候，一个妈妈 happy。 这什么情况？妈妈好多内衣啊，好像很欢快的样子啊。战术目镜，很多的战术目镜和这个怎么说呢啊，你们都懂啊。6:45、啊、不是这房间。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啊，爸爸在做很快乐的事情啊，可以这么理解是吧？谢谢鹿晗送血瓶。就两个时间段，谢谢该玩坦克送的520个压岁钱。等会儿马上找个存档点啊，等我找存档点。这样的话就开了啊。好的，感觉诡异啊。进了这个门，这是何等仙境，粉色的悲伤，对，悲伤的颜色，都是悲伤的颜色。有小船，上面坐着一个圣人，他闪着金光。大哥你谁啊？尊师重道好青年。纸飞机我收到，我有收到。原本担心你还在为家中事所苦，看来我是什么，就是白操心了。你有才能而且单纯直率，就像个白水仙。我靠，这是调情哎。一身雪白吸在水边，有些孤芳自赏。什么鬼，坦白的说这样很辛苦哦，但我能理解那种感觉。我想知道我以前留学的，你想知道我以前留学的经历吗？以那有当年时代的背景，只能一说一言难尽。这块土地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信不信我儿时社会现在和社会完全不同。周末就一起去老街走走吧。啊，有很多课本绝口不提但值得了解的事物。有问题啊。信物纸飞机，我记得我丢出的困惑得到你的指导。我靠，你这要指导哪儿去啊？这个老师这指导哪儿去啊？这是上什么课呀？生理课吗？电台频道10301030.0。
存档点。好的，拜佛。哦，我们回来了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返校就给大家播到这儿啊。如果喜欢这部视频，麻烦评论、转发、点赞啊。这个游戏感觉有点小意思啊，正在讲述一个很那个的故事，我就感觉是这样的啊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你明明穿着项链，不要碰妹子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是什么样子的项链呢？白玉白露的造型，要放在膝上。那我们分头找吧。